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季一集的求婚大作战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是你的特派记者 Yellow。 今集的挑战者就是我身后的霍房和吞妹了。挑战的内容也十分简单，就是由男朋友选一条路线，再背着女朋友去完成不同的关卡，来证明大家的爱是有几深。听我真的觉得很 sweet， 我们一起过去看看。小姐，见你飙晒冷汗咁，怕唔怕辛苦先？唔怕，流汗仲可以减肥添，点会辛苦啊？咁你又唔啱喎，乜你冇听过有个肥婆谂住骑马减肥，到三个月之后只马瘦咗？听落真系觉得好 sweet 啊！事不宜迟，我哋由大三巴牌坊出发，嚟到大堂前地。哇，咁快我哋就嚟到第一个关卡啦！今次咧，男女朋友就要喺两分钟之内食晒个老婆饼。好啦，三二一，快啲开始！老婆，老婆饼咧？好犀利啊！睇嚟女朋友一定好爱男朋友啊！我哋而家离开大堂前地，嚟到南环湖景大马路进行第二个环节嘅游戏。而家嚟到第二个环节啦，今次咧就要由女朋友唱歌，男朋友负责伴舞，直到女朋友满意为止嘅。好啦，你哋两位准备好未啊？准备好，准备好就三二一，开始。那天我共你有心之美，答应我会更爱你，抱紧你就有好天气，共识两心一意才磨合完美，爱是了不起。场面真的好 sweet 啊，看来他们真的爱得好难舍难离。好像很轻松咁，唔好俾佢停啦！我哋就出发到最后一个地点，就是西环湖广场啦。我终于都嚟到终点站啦，同时亦都系节目嘅尾声。接下嚟就系男主角嘅独白时间啦，大家系咪好紧张啊？猪猪，知唔知点解我会拣呢条路线啊？你唔记得咗啦，傻猪。我同你系大巡游嗰阵时识噶，呢一条路线。是今年新的幻彩大巡游路线，我想藉着这条路线告诉你，我想跟你踏入人生新的阶段。猪猪，嫁给我。但是我和你是酒吧式的。没理由的，我和你明明是大巡游的时候认识的。那你说吧，我那个穿什么衣服，穿什么裤，穿什么鞋，踩什么色唇膏，你个贱男人到底收埋几个女人啊？啊，不要打我，避风。啊。喂。正所谓打正爱也，爱正打得几下嘛。好啦，今日节目都差唔多噶啦，我哋都一齐祝福呢对新人啦。喂，肥婆停咗。